Обещал нашему спасителю, что в его доме я тебя не будет в доме. Я ее сразу отрежу. Он из окна писать может?昏暗的农场中，木匠一握正专心致志地制作木箱，电锯轰鸣着，带动着数不清的木屑飞舞在空中，宛若战场上四散的弹片残骸。农场的祥和短暂地掩盖了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但很快一名车臣雇佣兵就敲响了一握的门，他们是路过来讨口吃的。一握对此场景早就习以为常，他放下手中的活，带着士兵们回家中取食物。路过一堆木箱时，士兵警觉地问一握里面装的是不是炸弹。一握淡然回答，不是橘子。士兵们的警惕性收了几成，跟着一握来到他家中。一握住在附近的村庄里，他是从爱沙尼亚移民来的人。战争开始后，村庄里的大多数人都回到了故乡爱沙尼亚，至今为止整个村庄只剩下寥寥几人。临别前，那些士兵奉劝一握趁早离开这片土地，毕竟来往的战士那么多，像他们这样善良的可没几个。但一握却执着地想留下，这里深藏着属于他自己的秘密。忙完这些，一握来到橘子园找自己的老朋友。淳朴的马格斯在战乱中仍一心惦念园里的金桔，如今园中的橘子已然成熟，金灿灿的一片，美得动人心魄。这些橘子让马格斯有喜有愁，村里没几个活人，他正着急该怎么快点摘完这些果实。战事愈发告急，广播每天都在播报着前线的战况。一握正吃着午餐，门外就响起枪林弹雨的轰鸣声，他一出门就看到了被炮弹殃及的橘子林，是格鲁尼亚人和车臣人正在打仗。等弹火声渐息，一握急忙地跑到邻居马格斯家里，好在邻居没事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一阵呻吟，原来是那位来家中讨食物的车臣士兵，他肩膀中弹，正鼓鼓冒着鲜血。一握想都没想就把他带回自己家中。男人名叫艾德，尽管已经负伤卧床，他嘴里依旧对刚刚伤了他的格鲁尼亚人骂骂咧咧。一握不理会他，因为在他心中，不管是格鲁尼亚士兵还是车臣士兵，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，被卷入到无情的战中时才开始自相残杀。一握和马克思出门安置那些中弹身亡的格鲁尼亚人，在处理尸体时，一握和老友细心地找出他们口袋的证件，如果家人来找也好告诉他们孩子埋在哪里。在搬运尸体时，他们发现有个格鲁尼亚人还活着，一握二话不说就将他也带回了家中。这个年轻小伙伤得很严重，头部中弹，满脸鲜血。一握让马克思去村里找医生，几人的声响吵醒了艾德。当他知道一握救回来一名敌人时，嘶吼着要杀了对方。一握愤愤地瞪着这个惹事精说，你不是杀了他两个朋友吗？你不会数数吗？救完人，一握和朋友们把格鲁尼亚人的战车推向悬崖，这样当地的士兵就不会找一握的麻烦。车并没有爆炸，看来电影里的情节都是骗人的，几人不管在哪都能开得起玩笑。闲余时间，一握依旧回到农场做木箱。这天回到家里时，他看到艾德的手中竟然握着一把尖刀，还好一握出门前将格鲁尼亚人的房门锁住了。他将睡在门旁的艾德扛到床上，并讽刺道，难道杀一个睡着的人就是你眼中的神圣吗？艾德被噎得说不出话，但还是不愿放弃杀死那个格鲁尼亚人。一握真的生气了，他警告艾德，在自己的家里谁都不能动手杀人，除非先把他杀了。面对救命恩人，艾德自然是尊敬地妥协了，但他愤愤不平地说，这不代表他出了房门我就不会杀了他。格鲁尼亚士兵在医生的救治下慢慢醒了过来，接下来能不能活着就看他自己了。因为战事紧张，所以医生也要离开这里。临别前，他奉劝一握等橘子卖了之后也早日回到爱沙尼亚去吧，但一握却告诉医生，你知道我留在这里的原因。在泼墨般浓稠的哀伤夜色中，一握努力挺直佝偻的身躯，目送着医生的远离。四周寂寥凄清，在一握深深的眼底中蕴含着抹不开的哀痛。
在一沃悉心照料下，艾德的身体好转得很快，没多久他就可以下床走路了。一沃一如往常般给他盛好饭菜，并嘱咐他多吃点。艾德为了养家糊口才走上当兵之路，他确实赚到了钱，但也因此过上了整日心惊胆战的日子。一沃向来对战争之事不多过问，相比之下他更担心马克思的橘子。金灿灿的橘子挂在绿意盎然的枝头，但现在却缺人帮忙摘橘子。马克思告诉一沃，自己找了当地的士兵帮忙，少校也已经应允了。这话在一沃听来有些滑稽，正在打仗的士兵跑来摘橘子，怎么想都不太合情理。但马克思却对少校的话坚信不疑。一沃回到家中，搀扶着格鲁尼亚人出来，他名叫尼卡。尼卡刚在桌前坐下，艾德就开始怒目圆睁地瞪着他。这两个水火不容的敌人，谁也不想放过谁。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，他们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。艾德脾气火爆，没多久就开始出言挑衅尼卡。他警告尼卡，如果他将头伸出的窗外，那自己保不齐会砍掉他。尼卡重伤刚愈合一些，正头痛欲裂，他懒得组织语言，直接将盘子甩向艾德，汤汁溅了他一身。一沃这个和事佬马上拉开了身边人，阻拦他们要施展的暴行。艾德气哄哄地离开了。没一会，邻居马克思脸色阴沉地来到屋内，不用猜都知道上校肯定没派人帮他摘橘子。一沃安慰他说，战争期间做橘子生意可不聪明。这下马克思也气哄哄地离开了，他跟艾德的脾气如出一辙。一沃调侃道，这两人不会是亲戚吧。他追到马克思家中，宽慰他不必因此忧虑，晚上要是没事的话可以喝点小酒舒缓一下心情。马克思接受了他的邀约，在这混乱的世道中能这样相聚的良宵是屈指可数的。到了晚间，一沃与马克思正下着棋，而尼卡则继续缠着他的那卷磁带。广播中传来单调的古板音乐，这让尼卡尚未痊愈的头更疼了。他提议换一首流行乐，正当一沃起身时，艾德阻止了他。好不容易抓住使坏的机会，艾德必须牢牢抓住啊！这一次他赢了。此后在家中，只要抓住机会，两人就不停地斗嘴。一沃对他们幼稚的行为感到无可奈何。这一天，一沃的屋外驶来几辆车，打破了原有的宁静。那是一伙当地士兵。如果他们发现一沃家里私藏着敌国的格鲁尼亚人，那在场所有人都会遭殃。一沃害怕艾德告发尼卡，但艾德却一改幼稚的语气说，尼卡要死也只能死在他的手里。一沃暂且放心了。士兵进门来的时候，为了防止语言穿帮，一沃借口尼卡脑袋撞坏了，所以不能开口说话。士兵们被成功的忽悠了过去。和气的一沃还跟队长找了40个人帮邻居马克思摘橘子，就约在后天。这下马克思总算不用为树上的橘子发愁了。一沃回头看了眼站在门外的尼卡，他问艾德现在还想不想杀了他。艾德身上的嚣张跋扈荡然无存，他借口自己今天累了，改日再杀。看着两人日益缓和的关系，马克思和一沃都情不自禁地被逗笑。到了晚上，四人在一处吃烧烤。虽然艾德与尼卡的关系缓和了许多，但在小事上艾德还是习惯争强好胜。他不让尼卡烤肉，因为在他的认知里，见识浅薄的格鲁尼亚人哪里知道怎么烤肉啊。尼卡被他的羞辱激得火冒三丈。一沃已经熟知二人的套路，他抓准时机平息了二人的战争，继而问艾德，他口中整日喊打喊杀的是谁给他的权利。艾德回答道，是战争。实在太愚蠢了，一沃不禁感慨道，他早就参透了战争虚无的本质，他不过是政客们争夺土地的洗脑手段，竟然让数以万计的无辜之人互相残杀，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啊。一沃自知不该多谈这些问题，便把话题引向了别的地方。四人举杯对饮，又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。但就在下一秒，炮火席卷而来，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眼前明亮的让人睁不开眼。等到炮声渐小，马克思才看到自己的家已经毁于一旦，而那片硕果累累的橘子园也已经焦黑一片，所有苦心经营着的一切都敌不过那耀眼的火光。马克思忧愁万分。次日一早，艾德拿出厚厚一叠钱交给马克思，
这个唯利是图的吝啬鬼拿出了自己的积蓄，想让马克思能回到家乡去，但马克思说什么也不肯收下这笔钱，这让他感觉到一种被施舍的滋味。被拒绝的艾德没多说什么，起身就去劈柴了。马克思的心情有些复杂，他知道对方是好意的，接着他也跟上去给艾德帮忙。这些男人啊，突然缓和氛围的举止总是那么的别扭。屋内只剩下伊沃和年轻的妮卡，伊沃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总盯着自己孙女的照片。好吧，他承认自己的孙女确实貌美，但孙女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离开了，这让妮卡很疑惑，为何亲人都已经离开，而伊沃却一直坚守这片土地，难道是因为热爱吗？伊沃点点头，爱并恨着，然后询问妮卡的情况。相处这么久，他对这个孩子还真是一无所知呢。妮卡告诉伊沃，他曾经是一名话剧演员，战争打响之后，他为了肩上的义务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从军之路。伊沃告诉这个孩子，自己会在战争结束时去他的家乡看表演，到时候台下会有两个人替他鼓掌。说着模仿起艾德憨憨的模样，妮卡被这个老头逗得嬉笑颜开。就在这时，伊沃注意到门外驶来几辆战车，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，那是当地的士兵，他们怀疑艾德是格鲁尼亚人，便逼着他说几句车臣语。艾德实在看不惯这几个友军趾高气扬的态度，便说了句你是笨蛋。艾德的傲慢彻底激怒了士兵，战争赋予了他们不由分说杀人的权利，很快士兵的机关枪便无情地扫射过来。屋内的妮卡也拿起枪与之抗争，在枪林弹雨中，马克思不幸中弹身亡。艾德忍无可忍，他让妮卡扔给自己一把枪，此情此景下，他早就顾不上名义上的敌和友，这一仗他只为身边的朋友而战。艾德让妮卡掩护自己，他找准机会上前消灭大兵，没一会儿功夫，对面的人全都倒地。妮卡哭哭啼啼地走向马克思身旁，但在下一秒就被还未身亡的大兵枪击身亡。艾德急忙补上几枪，但妮卡已经咽气的，这个刚刚还在与自己一同并肩作战的队友，此刻竟然就变成了一具尸体。在战争中，只要一声枪响，所有的温情都会化成尘埃随风四散。伊沃给老邻居做了一副棺柩，将他埋葬在那片烧焦的橘子林中，而妮卡则被埋葬在伊沃的儿子附近。他的儿子在战争刚打响的时候就死在了战场上，杀死他的人可能是一位格鲁尼亚士兵，也可能不是。艾德惊讶道，难道你要把一名格鲁尼亚人葬在你儿子身旁？伊沃淡淡回答道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生命面前人人平等，为何要以国籍来分敌友呢？这些年纪轻轻就失去的生命，在伊沃眼中只是战争的牺牲品罢了。一切都结束了，艾德开着那辆千疮百孔的汽车踏上了回家的路，在途中插上了那盘属于妮卡的磁带。多么欢快的音乐啊，果然是年轻男孩喜欢的曲子。而伊沃还是选择待在这片土地，守护着自己的家，守护着他的儿子，也守护着那些他亲手安葬的生命。金菊毋庸置疑是一部反战电影，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以小博大，在斗室之内把人性的光辉和对战争的反思无限放大。主角伊沃是一位看破战争本质的清醒人，在他眼里，这场仗不过是早有预谋的争夺利益之战，无谓的流血牺牲，生命的尊严被践踏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当战火烧到家门口，烧死他的儿子，伊沃依然淡定地做着他的木工。无论是橘子核，还是死人棺，亦或是两个敌国士兵，他始终一视同仁，处处展露出他的平等博爱之心，于这乱世中创造出一片洗净灵魂的世外橘园，那自然生长的金灿灿的光，这是人们所追求的人性之光，以及平等的人道主义之光。最后，愿我们都能像伊沃那般守住那片光，也能抵抗所有的黑暗与不公。好了，这里是老井观影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